들이 말이야? 限航令，限航令，一日最衰都系内地个限航令啦，搞到外姐相隔十一年重返公仔箱嘅重头剧《私任堂》，冇得喺十月中航同步首播，依家都唔知几时先有得睇噶。唔后悔啦，俾亲外姐嘅靓相你睇，自自学先啦。有氧气美女之称嘅外姐，同年照近日再次喺网上疯传。由小学、中学至大学毕业嘅都有个靓样啊，咁多年嚟都冇变过噶，再次力证佢系零整容美女啊！